下一步，商务部将围绕扩围、提质、增效三个方面，积极推进与包括共建"一带一路"国家在内的贸易伙伴开展自贸合作，不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。扩围方面，积极推进加入 CPTPP 和 DEPA， 持续推进各自贸协定谈判和升级谈判的进程，推动与更多有意愿的国家商签自贸协定。提质方面，进一步提高市场准入开放水平，积极参与数字经济、环境保护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。增效方面，持续加大对自贸协定的宣介推广，通过实施好自贸协定，助力维护区域和全球供应链、产业链稳定，为我国和各自贸伙伴的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多实惠。